7月2日，英国足球俱乐部伯恩利 FC Burnley 宣布博彩娱乐公司拉巴罗伯360成为俱乐部胸前广告赞助商。拉巴罗伯360的商标将出现在俱乐部主客场球衣的胸前位置。该品牌从 Alphabet 手中接过球衣赞助商的角色。后者的两年合约在今年6月底已到期。截至目前，伯恩利足球俱乐部已正式发布球队2018-19赛季主场球衣。全新主场球衣胸前为新赞助商拉巴罗伯360商标，主色调采用传统的红葡萄酒色与蓝色，配以白色短裤与白色球袜。据介绍，拉巴罗伯360也将在伯恩利的主场特夫摩尔球场得到品牌曝光，同时俱乐部将在英国及国际的社交媒体平台上对该品牌进行推广。2017-2018 赛季，伯恩利首场英超联赛做客以3-2击败卫冕联赛冠军切尔西，之后也成功追平过热刺、曼联、利物浦及曼城等前列强队，最后取得英超联赛第7名。不但成为俱乐部历来最佳的英超成绩，而且为球队首次取得欧洲联赛预选赛的参赛资格。在上一个表现出色的赛季之后，我们确信伯恩利俱乐部将成为推广我们这个新国际品牌的最佳平台。拉伯360的总监 Angelica Tan 表示，这项合作也创下了俱乐部的新赞助记录。尽管并未透露具体数字，但伯恩利 FC 的商业总监安东尼菲尔克劳夫 Anthony Fairclough 表示，这是伯恩利俱乐部历史上最大的一笔商业交易。同时这也是成为我们主要合作伙伴的第3家国际公司。这表明在超级联赛的平台下，我们不断增强的全球影响力，为海外公司提供更多曝光机会。